香港新浪娱乐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继聪。主要都是、可以多些时间跟家人一起啦，因为今年是第一年、妹妹跟我们一起去过一个圣诞节，即是家里多了一个小朋友，那是很开心的。那18年呢，即是很快开始呢，就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拍摄，第一次拍、一些中港合拍的网剧啦。那里面有很多的演员都是、未合作过啦，是想你自己去调整一下，又当自己是一个新人去重新出发呢，那就会有那种战战兢兢。我想对什么工作都紧要的，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就其实更为重要，就是我们去构思个故事、但是就是拍摄是19年我们才会拍的，那个身形已经慢慢这样转变，到现在也都有不同了，由去年到现在我想重了差不多40磅这样，调整或者要调整那个饮食、调整个训练的方法，音乐制作的过程，他自己是很努力地 去、回复自己的状态，嗰度嘅嘢都好有品味啊，亦都有自己諗法。咁我覺得佢同我太太亦都係好合拍咯。所以我作為一個樂迷，都好期待佢哋嚟緊嘅作品會好好睇，或者個效果會好好嘅喎。咁我覺得就可以考慮咯。咁調翻轉嘅，我自己好啱做真人 show 嘅。咁我諗可以問一下我爸爸帶唔帶我去咯。